着阳美族的传统服饰，眼神专注地唱着族语歌曲，也由国小组成的小飞鱼展演队四号来到台北火车站进行快闪演出，可爱又真挚的模样立刻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也让小飞鱼们感到兴奋与紧张。我今天来这边表演那个我很开心，但是我刚才突然抢拍，然后有一小部分跳错，老师就讲说那个下次不要再犯就好，要注意。我觉得没有太紧张，就是很开心，因为太久没有跳舞，觉得我们在跳舞唱歌的都好。带队的老师表示，今年小飞鱼展演队受邀出席国际儿童艺术节，因此将这次展演作为行前预演。这一次呢，当作是一个预演，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表演都是会带到波兰去的，那可能会做一些稍微的变动，但是基本上是一样，所以会让小朋友先在台上试试看那个感觉，让他们不要去波兰的时候很紧张这样子。今年七月，小飞鱼展演队将带着族人的祝福横跨海洋到波兰参加国际儿童艺术节，将兰屿阳美族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原视新闻是许嘉荣台北市采访报道。